这几天正在台湾跟 MLB 球星进行交流赛的王建民传出他的新合约，几乎已经确定要再度落脚在国民队。根据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呢，王建民的经纪人尼诺表示啊，王建民跟国民队的合约还没有完全谈妥，但是已经接近达成了。原则上，王建民将会跟国民队签下一年的合约，2012年确定重回华盛顿，薪资至少保证有300万美金，激励奖金呢则介于200万到300万之间，也就是说，总值最高可以达到600万美金。